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毛，今天主要跟大家解答一下哈，某音上卖鱼竿，这个是68块钱下的单哈，它是一根席毛络彩虹板，我在某宝上面搜了一下啊，这个鱼竿官方价呢一般是1300多块钱，但是在抖音上面呢只要68块钱，并且还包邮，并且还免费的终身配给啊，我的朋友说这个100%是假的。但是呢我又抱着好奇的心态就下了一根回来，因为便宜啊，是不是架不住它便宜啊，然后正好呢我也需要一根这样的小杆子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刚好到时候可以拿去我的小鱼塘里面玩一下哈。你看包装跟我们的正品哈在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送了一根长把的那个袋子哈，然后还送了一个鱼漂，好，没有了哈。有的时候真的不敢想象，这个68块钱它还包邮，究竟为什么这么便宜，如此的便宜啊？这是一根3米9的，看一下这个席毛络的标牌哈。博大师，你看，还是一个博大师呢。看，它中间并且还送了有一根干烧，还挺硬的哈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哈，看，这个是彩虹版的，看一下，什么都有。跟咱们正品的啊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靠什么来赚钱，为什么如此的便宜。搞活动哈，看一下这个鱼竿的水有多深，看假一赔四啊哈，这明显是假一赔四，为什么如此便宜呢？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竿身的涂装哈，确实值这68块钱哈，挺直的。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，这个是博大师，等一下，P3.9T， 然后这些标志、防伪标志、正品标识，咱们把它打开来查一下看看啊。这个上面呢有一串码。一般席毛络的鱼竿呢它只支持一次性查询哈，我们来查一下看看，反正我也没打算退了，因为便宜68块钱哈。正版的页面是不相同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正版的页面是这样子的，看一下，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产品真假防伪查询质量诚信验证，这个上面哈都有什么系列席毛络系列产品啊，这个上面都有标明哈是哪个公司的，该商品是正品防伪码，这个上面有一串哈跟咱们那个上面的对得上。然后咱们现在查的这个呢，它是到了中国商品信息验证中心中国产品质量力源平台哈，这个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做的平台还是一个什么平台，我给他查一下看看哈。我们来查一下哈，确认查询。恭喜您验证成功，您所查询的防伪码是首次查询，您所查询的本公司出品的是正品，请放心购买。啊，这上面有个这个提示。我呢，这个是确实是分辨不出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下厚度看一下啊，这个厚度呢做了一个金属的厚度，应该是铝合金的哈。打开之后中间呢没有一个小的垫片哈，看一下这个铝合金的，摸上去质感还可以哈。然后这个厚度部分的哈，它不是直接在碳管上面开螺纹的啊，它是做了一个金属的衔接，是用胶水粘上去的。然后里面呢看一下这个插接部分呢，跟我们之前买那1000多的正品鱼竿哈是
有所不同，它这个上面这个叉鸡部分呢有那么一点点的触感，不像我们那个正品的鱼竿上面有凹槽防 BOSS 的设计，有那种蜂窝式的哈凹槽设计，这个呢就不是很明显。叉鸡部分呢大概是5厘米哈，然后我们把前堵给它打开看一下哈，这个呢就是它前堵，也是铝合金的哈，然后前面带塑料。杆梢呢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杆梢，就是缠了一个红绳哈，不像咱们买的那1000多的，又不是梯形的工字杆梢，又不就是360度旋转杆梢哈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简易杆梢。看一下这个效果，我觉得还挺好的哈。好的，咱们把这个铲把接下来铲一下哈，还送了一个这个铲把，然后你别说，铲一下这个把手还挺漂亮。铲过之后效果还可以哈。这手把结。好的，经过咱们刚刚的这个拆箱哈，给我的一个上手体验，确实非常好的。68元就可以轻松拥有。啊，上面我们在官网上面买哈是1380，我记得是。就这个他还要赚钱，还给你包邮，还给你免费配结，你说还送你这个漂，送你铲把，你说他给不给力，亲不亲民，你就说让他溜不溜就完了嘛。咱们这个就可以随便丢也不心疼，搞坏了就搞坏了，像那个的话1000多块钱你弄坏一点点的感觉到很肉疼了哈。这个你看给我的感觉可以啊，当然这个是错误的操作哈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给力啊，确实可以啊，这个感度也还可以哈，钓这个1斤2斤的鱼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我个人觉得是可以胜任的啊，主要是摸在手上面的这个触感跟我之前买的那个100多的鱼竿这个还更好一点，我个人觉得，看一下，还可以哈。主要是这个购物体验哈，没谁了，从下单到现在3天就到了，并且他们这个该有啥的啥都不缺，并且他还送你鱼竿，送你竿，还送你鱼漂，送你竿梢，并且还终身免费配结，就这些哈，官网上是做不到的。哎。好的，今天呢就是这一次的购物体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